厚度的两倍，一加下七。好，来，请看，接下来呢？鱼缸里有几毫升？鱼缸里有几毫升的水？装满，装满。所以来，高度呢？高度要怎么办？原来的高度是7.5，请问看看有没有盖？它7.5是什么？7.5是什么？来看这个图，7.5是什么？7.5是水面，看到了吗？水面7.5，请问这个7.5有没有含底？有没有含底？没有。外部的长宽，所以呢，它给你的尺寸全部含底。这里是10，这里是8。这里是7.5含老师的手柄的这一块，含底，含底，所以所有的人都错到7.5要减一个零，等于是6，还没摆。6.5。艾人，你为什么没有笔在你的手上？等一下，你这张考卷都背完答案，才可以给我回家。7.5减1.5等于7，好的。9×7×7，答案是441毫升，毫升。这里错的东西都错在这里，它给你的都是外部。你看，10、8，水从这里到底是7.5，所以这里只要减一个0.5，不要减两个，不要减两个。那图有没有画成？公分，然后画成毫升。它的图画的很窄，对不对？它的写有盖，它没有盖啊，没有盖，没有盖，是这里，它是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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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题跟有盖无关都没有关系，它问的是水，水在这里，水，水有几毫升，跟有盖无盖没有关系，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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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里告诉你，从这里到底部是7.5，好，这一题跟有盖无盖无关。好，来第5题，接第4题，把个鱼放进去，升了3公分，鱼的体积，来，这里的鱼是什么？这里的鱼是不规则物体，这里的鱼是不规则物体，不规则物体要算丢进去是以后要算高，这四条鱼的体积，不规则物体的体积等于什么？等于水升高的什么体积？来，你回答老师的问题。不规则物体的体积等于什么？水升高的体积。好，水升高的体积等于底乘以升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底乘以升高？好，来底呢？你刚才已经看到了，底是内部啊，内部是9×7。身高呢？题目直接给你身高3公分乘以身高的3，来，好简单。底是内部的9×7，身高题目直接给你3，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189立方公分。错的人赶快订正。公升去掉三个零，64公升。第7题。这个外遇人是在不向外听课的哈。好，第7题，先看题目问什么？弹珠的体积，不规则物体的体积等于什么？等于底面积乘以身高。一直告诉你，不规则的等于底面积乘以身高。好，来看底面积，哇，这题不是直接用有刻度的量杯225上升到265。有刻度，今天老师给你看过有刻度的量杯，原来是225上升到265，这里是225刻度，毫升上升到刻度265毫升，所以上升的刻度就代表了什么东西？它的水量，这是一个容量，所以26在这里。没有这里哈，这里是最简单的，直接用刻度看，265减225
题答案是40立方公分，因为这一题直接写刻度，所以直接用刻度一减，就是它的量，水量、容量，好了吗？还有其他同学能好了吗？水大。